雪天呢？出去了，刚子陪着一起去的。那青年呢？给书城老爷打酒去了。那就不能在这儿吃。哎，要不您先吃吧。等雪天回来吧，去叫宝姑。 天儿，怎么你给我送来了？以后啊，你别让青娘和舅妈给你打吃的了，要么你去跟我们一块儿吃，要么你就自己去。为什么呀？青娘被日本小队长给欺负了，幸亏我们见得早。 天儿，明天哪儿都不许去。我就在项目站待着，哪儿都不许。目标的。
嗨，快跑！快跑！二傻根，都散了吧！听我爹的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！爹，这样行吗？先生，您来了。日本人都在里头呢，正等着你呢。藤井树。对对对，就是他领的头。这里边是房契、利器，你把它交给太太。哎，您不进去啊，先生？对付这钱也就留不住了，皇军的度量真是不大气哈。方太太，我请你闭嘴。我男人可是在给你们卖命的。奶奶，怎么了？须门殊荣先生来了。他来干啥？来换你的房子和地。真的？不要了，这是地契和房契。人呢？走了。哎，你不是你白宫？哎，我拿这地契，把钱也拿走啊！不是，给地契拿走，钱也拿走，王八蛋！少爷，看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忍了两天了。我去把二根带到易水边埋了。不许去。妈，二根是咱们属馆的人，他死了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你去，管你什么用啊？是啊，天少爷，万万去不得。谁领的，谁要替死了那个日本人偿命。咱们死人就不偿命啊？尸体放在那儿，就这么搁着？妈，日本人还替咱们开属馆呢，信得过吗？信得过吗？跟在妈后面。我自己能行。刚才书成在干嘛？书成老爷在君子堂后边砍竹子，一起来他就说要做风筝。你回去跟他说不许出宅子。天儿，别乱说话，妈跟人。妈，您别去。那你就跟我回去。王军说：“谁来领尸体，谁就是二根家的人。要是……”
之前，黄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徐门的人，而且也不清楚他的家人已经不在了。在这里，我代表皇军向你们表示歉意，并且再次表示我对徐门的尊重。这个人可以拉去安葬了。舒荣先生，我已经给了你想要的尊重，并且我还会给徐书成先生尊重。君子堂能不能开课，就在今天。香木镇所有的人是否可以平安，也在今天。为什么？我恨，可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？
君の手助けなくしてあれは手に入らない。帝国陸軍を代表して私から礼を言う。それでな、君の死刑は取り消しになったよ。ようこそ我々の組織に。はい、天皇陛下万歳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三位同志是因为你的告发而牺牲的。是。为什么？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。你到底执行了什么任务？告发你？为什么？这样你更能获得敌人对你的信任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很快就会被处以极刑。我们的刑期本来就不远了，挖的地道受到地势的阻碍，在我们死之前是没有办法出去。你一定这么去做吧，完成做。日本人要开君子堂不是件坏事，你说咱们家大小姐她总是不开口，我看好像是舒城老爷不愿意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想啊，咱们家大小姐多金贵的身份，可现在都抛头露面做起买卖了，还忙里忙外的，你说这为了徐家君子堂她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没准儿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大小姐说句话不就完了吗？书城老爷都不敢反对。哎呀，可这日本人就是冲着书城老爷，这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徐书城。在后院，小宋，你忙你的，我给您带路。
我陪你还不够，为何要叫青娘？他昨天让日本人欺负了，我想看看他。要是日本人欺负我，你会看我吗？老顾啊，我天天看你，日日看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看着你。 如果有一天你被人欺负了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这跟同不同房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关系大的呢。太太，先生，青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 藤井少佐が商務長官で審査をお待ちです。私は達官の筒出ます。藤井少佐はとても大事な用があるので、ぜひ来てほしいそうです。 行かないとどなる。それならここで待ちます。なんで急に丁寧になったの。高尚な教育の場なので、順次たにもあなたにも失礼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証拠ここで押しますから。青娘、对不起。 叫我去干什么？日本人怕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 这菜做死一点，我这不做。嘘，别没事找事儿。没这帮王八蛋，我二哥能死吗？入土为安吧，咱们香木镇只有徐门能镇得住东洋人了。徐门，反正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赶紧弄你菜。你那不你的胆小你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和义弟叔伯。
长青，还有你，我们一起放风筝，以此为乐。青娘，你在京城小时候一定也放过风筝，对吗？玩过的。会做吗？梅先生做得好。书城，你就让日本人一直在外面等着。马上就好。可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不急。是不急，反正有两个人陪着。我记得清代李渔曾经写过一首名曲《风筝误》，记载的是一美一丑两姐妹爱娟、淑娟分别在风筝上面提了诗句，然后一起剪断了风筝的线。捡到风筝的两位男士前去提亲，终成就了两段美满的姻缘。我看还不如一个男人捡到风筝把两个娶了算了。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徐书成先生，该去了。君子堂的事儿，我去去就回来。那我在家等你。好。亲娘。太太，吾叫宝姑姐了。宝姑姐。我把你带到徐家，你心里愧不愧啊？不愧，亲娘没有对不住先生和太太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徐书成老是跟你在一起？宝姑姐，亲娘说句不该说的话。什么话？宝姑姐是苦命人，心里就喜欢先生，可先生心里比谁都苦。我让他苦了？不是，先生的苦不全是来自女人。先生心思清晰，没有出处，一腔抱负没有施展。我是绝入不了先生眼里的，只是这宅子里多了一个他可以说话的人。你倒是明白。亲娘是个明白人，否则也活不到今天。没有我，你早就活不了。就是知道这个道理，天打雷劈，亲娘也做不出一丝对不起姐姐的事情。
先生是徐门的人，徐门是你的绳子，陆秀柏不是，所以他飞走了。唐景金说的对，这是徐先生第一次称呼我藤井君。如果要是早几年在日本，说不定你和我会成为朋友。现在就不能成为朋友吗？不能。今天小店请客啊。徐先生，查查你身材。